我又漏掉了，这台的那个车牌也是可以翻的。它在第一集结尾要接第二集的时候，它就是要进入时光跳跃之前，它先把车牌换成未来世界的车牌。哦，看，这是一个条码，以前还没有 QR code 的时候只有条码。然后在这个车现在是第二集的造型。它原厂是可以换配件的，就是这是第一集结尾博士改的那个 Mr. Fusion，就是食物处理机，就是它的反应炉啦。它把那个什么什么可乐什么倒进去，就可以变成能量。第一集还要打雷才能用，它就会打开就可以丢垃圾进去。然后这个车原本是有配件可以把这个换掉，这个拿掉之后换成第一集的那个他要勾电线打雷，要勾闪电的那根针啊，对，但是现在没有那个配件。